位观众晚安，欢迎收看9月11号的《原视晚间新闻》。新竹一家精准科技公司无预警的解雇30名劳工，其中90%都是泰雅族人，员工强烈怀疑这是种族歧视，在今天到科技公司抗议。1984年发生多起台北县市煤矿矿坑爆炸事件，大多是原住民族矿工受难，罹难者家属今天站出来表示，将近30年来从来没有得到政府的赔偿跟安置。夏威夷拥有40%的土地，新建农场跟牧场，但是粮食依然不足。原住民族年轻人开始务农，希望创新祖先的山林智慧，找到利基。今年第16号台风38台风已经形成，目前它缓慢地朝台湾的方向前进，气象局预估星期日会是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刻。好，在新竹县市，这个以科技业打天下的县份，传出科技厂商无预警的解雇劳工。这家厂商是一家位在新竹竹北台园科技园区里面的精准科技公司，在9月4号，这家公司无预警的解雇30名劳工，其中27个人是来自新竹五峰乡的泰雅族人。这批劳工是作业员，每个月薪资2万到2万4不等。员工表示，9月4号才去上班，就毫无预警的接到一份离职协议书，理由是说公司经营不善，要求这30位劳工签名同意离职。不过员工质疑，看见公司也正常营运，而且这波裁员30个人里面就有27个人。都是原住民族劳工，强烈怀疑这是针对性的种族歧视行为，要总经理讲清楚到底裁员的原因是什么。但是今天科技公司的总经理就是一直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工作，我们要生存，我们要生存，我们要尊严，我们要尊严，20多位无辜遭到解雇的原住民族劳工民众高举抗议大字报，高喊我们要工作，我们要生存，要求精准科技公司还给他们工作与生存权，要求公司出面说明。如果公司好好的处理这件事情，我们今天也不会这样子，我们要的只是对我们的一个交代。位在新竹竹北台园科技园区内的精准科技公司，以公司营运不佳即将倒闭为由，在9月4日解雇27名原住民员工，还要求签离职协议书。员工质疑遭到刻意裁员，因为他们发现公司并没有倒闭，其他员工都还是照常上班，认为公司对原住民有歧视，向议员陈情，希望讨回公道。我早上9点等到还没有吃饭，等到下午2点多，这一张协议书出来了，就出来了，哦，就跟我们讲了一些叙述文字上面的叙述，结果我们有同仁说，我们17号再来签可不可以？他说不行，你们不签我今天就没有钱。你们这个协议书里面所指出来的第4项，然后大量解雇劳工法第5条第1项啊也可以，但是第5条之后呢，劳工协调委员会要说明。之前被计算辅导转，所以这就是这部分本来也应该你们业者要去做的，如果有社会企业良心的话。但是现在我们要县政府，我们要原住民委员就业指导员来协助，我们要的是为什么当初你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明。在协调的过程当中，精准科技公司高层态度傲慢，也一直不愿正面回应遭到裁撤员工的问题。我想我们会出报告，在报告上再说，就这样子，谢谢你。我们先这样。精准董事长、总经理都只强调，因为业绩差才不得已解雇劳工。不过县议员赵一仙认为，精准已经涉及大量解雇，必须向主管机关提交报告书，还有无预警解雇劳工，恐怕有违反劳基法之嫌。要求精准公司必须提出解雇员工的说明书，否则将依循法律途径来解决。我们要尊严，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工作。记者邓丽福在新竹竹北采访报道。泰雅族的劳工因为雇主表示不签就拿不到8月的薪水，所以其实所有的劳工都已经签下了离职协议书，但是完全没有拿到任何的资遣费。现在劳工除了要求协调取得资遣费，更重要的就是依然要资方给个说法，到底为什么要裁这30个人？但是科技公司的主管始终没有提出劳工想要的答案。劳工随后前往新竹县府，而新竹县府能够做的就是协助媒合，或是追究到底有业者有没有违反劳基法。而员工本身必须面对的，依然还是真实残酷的失业的问题。哇，
位在新竹县的精准科技公司，以公司营运不佳为由，在9月4日无故遭到解雇了30位半导体作业员，其中有27位原住民籍员工都是来自新竹县五峰乡的泰雅族人。在经过协商之后，并无得到公司正面的回应，双方最后无共识解散。员工集体到新竹县议会与原住民族行政处与劳工处陈情，想要跟公司讲说，第一个，为什么无预警的裁员公司？第二个，就是在不公平、不合理的情况之下，胁迫我们签的协议书。遭到解雇的劳工只希望能够得到遭到裁撤的原因，突然没有了一个月2万到2万4的工作，生计将受到影响。新竹县劳工处承诺会在一个礼拜内召开会议，为劳工争取相关的权益。原民处也表示会协助民众往后的就业问题，包括所谓的资遣费的预告工资啊，还有特休假没有休完的这工资，甚至上一些福利上呢，公司应该该做的部分，甚至在这段期间，包括有些加班费，好，这个无薪假的问题，好，这个部分或是劳退金的部分，我们该争的部分，我们会为所有的员工来争取他的一些这些法律上该有的东西。那另外公司有违法的部分，违反这个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或者是这个就业服法的部分，我们会依法来做一个处罚。我们原住民行政处有3位救服员哈，我想我们这3位救服员啊会陪伴大家哈，啊，我们29位原住民哈，会帮忙协助啊，这位找到理想的工作为止。议员表示会协助遭到解雇的劳工组成自救委员会申请调解，由于无故遭到解职，要求精准公司必须支付资遣费。另外新竹县政府劳工处也表示，该公司已经涉嫌违反劳工法，将会朝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以及就业服务法来对该公司进行调查。记者的林福赛新竹竹北采访报道。到都会区谋生的原住民族人经常遭遇不公平的劳资雇用关系，但是都不知道要如何解决。或许会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还记得1970到80年代，将近30年前，很多从花莲台东北上的台北县市的阿美族人投入煤矿业担任采矿工。但是1984年这一年可以说是惨痛的一年。1984年6月20号，现在的新北市土城区海山煤矿矿区发生了爆炸的灾变，72个人罹难，大多是原住民族的矿工。到了7月10号，瑞芳也发生梅山煤矿灾变，103人罹难。年底12月5号，三峡海山一坑煤矿也爆炸，93个人罹难。倒是到现在已经有28年，依然还是有死难者家属后续的赔偿跟安置没有得到应该有的重视。今天有海山煤矿的罹难者的家属表示，将近30年来从来没有得到任何来自政府的补助，这是很多都市原住民的族人30年来共同的痛苦的经验。海山煤矿灾变发生于1984年6月20号，当年台湾发生了3次巨大煤矿灾变，包括海山煤矿灾变、梅山煤矿灾变以及海山一坑煤矿灾变。其中海山煤矿罹难者有多数阿美族的矿工，事隔至今已经有28年了。新北市议会民进党团特别举行追思会行前会，阿美族议员一将拔洛不满地说，这么多年了，许多受难家属仍然生活在事件的阴影当中，政府有必要透过适当的管道，让当时幸存矿工、罹难矿工的遗孀提供生活、医疗、看护、丧葬补助、意外死亡给付，质疑新北市政府社会局没有尽责。今天我们市府公布了这个所谓的救助服务计划，除了罹难者的遗孀之外，连当时的矿工也可以申请补助，但是作为一个民意代表，掌握不住这样的一个资料，怎么样帮他们服务？尤其是原住民自信取得很困难，如果你没有彻底的通知，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已经有是最新的计划哦。这些家属们，大家散居各地，大家也没有办法做集体做互相的交换意见，或者是集体的表达，因此我们这次的这个追思会的目的，也是说希望让这个所有的这些遗族们，大家能够重新凝聚大家的共识，那也一方面也了解目前的这个办法的内容。
海山煤矿灾变造成72人罹难，有32位是阿美族人。7月10号，瑞芳镇发生煤商煤矿灾变，有103人罹难。年底12月5号，三峡镇海山一颗煤矿也酿成巨灾，有93位罹难，也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当年政府募得的补助款社会资源，民间捐给罹难者家属的善款约1.5亿元被政府统一管理。不过，罹难者的遗孀表示，从来没有获得政府的任何抚恤，都没有什么要求，没有补助给我们呢、啊。什么政府补助的那些海山煤矿发生的那些事情也没有啊。有阿美族家属说，从来没有拿到政府的赔偿。不过新北市政府社会局科长却说，每年都有在发放遗孀生活补助费，来照顾补助服务海山、梅山、海山一坑矿灾当时矿工以及矿灾罹难矿工的遗孀，甚至还订矿灾家属救灾辅助服务计划。这个款项我们都有专户管理。第二个，这个款项是持续在发放。那第三个，就是这个款项在规定在1998、1999年开始可以动支之后，我们才另行动支。到底有没有发放给每一位罹难家属补助费？新北市议员要求新北市政府要好好调查，还给家属应该有的权利。社会局表示会与内部人员开会，近期之内会开相关海山、梅山、海山一坑矿灾罹难家属补助计划的说明会。为了纪念28年前在矿坑工作的罹难者，9月14号上午10点也将在基隆市番禺天阁举行追思会，悼念罹难者。记者赖玉算、老鲁，新北市板桥采访报道。原住民族人为了讨生活，移民到都会区，而且大量是从事底层蓝领的，例如建筑工、板模工、矿工这一类高劳力密集的工作。一直到现在，这一类的工作形态依然是全国原住民族主要的职业分布类型。1984年6月2号发生的台北县土城海山煤矿爆炸案，媒体大幅报道之后，又揭露原来整个矿区数百位劳工当中，超过70%是原住民族劳工。灾变当中的死难者将近半数都是阿美族人，还有少部分是布农族的矿工。这起事件引起极大的震撼，后续也引发1980到90年代的原住民族权力运动的兴起。这起事件其实只是冰山一角，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依然是现在进行式，发生在你我的身边。曾经创下台湾公安史上死伤最惨重的工伤意外，1984年6月20号，当时的台北县海山煤矿，也就是现在的新北市，突然传出一声巨响，坑内瓦斯弥漫，72名深陷坑内矿工全数罹难，其中有32位来自花东到北部打拼的阿美族矿工。煤层爆炸，由于台车第7车和第8车的插销没有插好，造成台车滑落，又因为撞击到高压电引发的火花和漫步在空气中的煤粉接触引发爆炸，没有在撞击过程中丧命的矿工也因为空气中布满了一氧化碳而丧命。事隔20余年，海上煤矿已经埋没在荒野蔓草中。当年矿工遗孀今年已经66岁，回想起那天下午的夺命巨响还记忆犹新。怎么说呢，那时候对28年前，我上八而已，38岁，年轻哦，那时候应该也是30。我那时候在28岁，我孩子还都还小，还读国小。哎呀，那我老公好像30岁，当然会痛啊，对不对？当年发生爆炸的海山煤矿矿坑口，现在只剩下一堵爬满青苔与藤蔓的石砖块。今期的海山本矿四个字已经斑驳，坑道也已经用砖块封死。老照片上有海山煤矿建安坑外的全景，还有坑内设备完善卷扬的机房，矿哥找岩机钻孔以备放炸药作业，还有矿工采煤后装车的情形，以及矿工入坑前的纪念照。海山煤矿灾变暴露的不仅是台湾煤矿业的脆弱和台湾劳动者的保障问题，更暴露台湾原住民族当时被压迫在台湾社会最底层的事实，也是罹难者家属无法抹灭的伤痛。记者赖玉算、老鲁，新北市板桥采访报道。但您看到也是激烈的劳资纠纷，但是发生在南非，这是今年8月10号，南非一个开采白金的
矿公司、农民公司有数千名的劳工展开罢工行动，目的是要求要增加工资。到了8月17号，示威过程当中爆发警方向工人开枪扫射的事件，不幸的流血冲突导致34个人死亡。事件之后，农民公司坚持拒绝让步，要求工人呢在替死者办理丧事之后要赶快复工。不过矿工代表表示，除非资方回应他们的诉求，愿意将月薪上修到每个月新台币45000块，否则坚持要继续罢工。劳工的强硬态度并没有换来资方软化的态度，也是到矿区工作的原住民族人流着眼泪，在一场告别式里面送走自己的亲人。这是一场令人哀伤的丧礼，来自邻近村落的居民都特地赶到这顶白色帐篷里。在南非，8月16日，有34名矿工在一场示威中遭警方开枪杀害。来自这座村落的 Noki 就是其中之一。家人把他的照片放大，并且贴在门上。来参加告别式的亲友感到沉痛，不少人更穿着印有 Noki 肖像的 T 恤。有人激动地回顾 Noki 在被杀害前的生平事迹，有人默默忍着眼泪。生前被矿工推举为劳工运动领袖的 Noki 已经结婚，并且育有3名小孩，最小的今年才3岁，而他本人则享年30岁。很少说他六年级的母亲，一出来是 shooting 把手打停，而且那是啥子？阿公六年级来我，对不？但是这个问题就是一定比别人的下去也没得不。亲友抬着 Noki 的棺木准备下葬。据南非媒体指出，事发前他本来已成功控制现场矿工的情绪，但警方还是照样开枪。And he turned the way in the corner, because sometimes we don't say that. This is fixed spirit, yeah, but figure and day is in the room, the pioneer, yeah, but be in particular, be like a halo game. Just like, for instance, I'm going to stand out in front of my motion. And if I got a claim, then I end the gang.穆斯林郭导文祝福 Noki 的遗体入土为安，有村民忍不住大声痛哭，看着 Noki 的棺木缓缓下降，直接埋进墓地，而 Noki 的遗孀则无言地看着棺木落葬。事发当天，由于新闻媒体不清楚 Noki 的身份，记者看见他试图阻挡警察前往镇压，只称他为裹着绿色披肩的人。后来示威者进入警方的警戒区，警方以自动机枪向示威者扫射。裹着绿色披肩的 Noki 倒卧在现场，当场身亡。枪击事件激起矿工的怒火，一时难以消退。4000名示威者这星期在警车的开道下游行示威，一面挥舞着刀器和木棒，一面高喊口号。警方则架设路障，严阵以待。示威工人所隶属的农民公司稍早前向矿工下令，要求他们在死者家属办理丧事结束后，必须立刻复工。不过，工人代表表示，由于资方仍然拒绝将月薪提高至1500美元，结合新台币大约45000元，所以他们将继续罢工。记者邱德珍编译。美国首位非洲裔的总统奥巴马，他日前以行政命令宣布一项暂缓遣返非法移民的计划，从8月15号开始在美国就生效了。超过100万名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裔的人口，年幼时期随着自己的父母非法入境，自己没有犯错，这群年轻人却因为身份问题要偷偷摸摸的过日子。现在在奥巴马的新政策之下，终于这些人可以站在阳光下。新政策上路的第一天，果然看见不同的肤色、不同种族的人口形成人潮，在政府机关前排队等着登记，希望可以成为合法的美国公民。身份的年轻非法移民在芝加哥、休斯顿、洛杉矶等移民众多的城市大排长龙，等着缴费登记，从此能够光明正大的过日子。6岁就跟随父母从秘鲁非法入境的大学毕业生苏菲亚·康波斯，品学兼优，生活跟一般学生完全没两样，但是因为没有社会安全号码，不但不能申请助学贷款，找不到工作，还得担心被移民局抓走遣返。As undocumented
members of this community, we are often living in the shadows every day because of shame, because of fear of deportation. 如今根据新的政策，只要是31岁以下、16岁以前入境美国，没有犯罪记录，目前在学、毕业或者曾在军队服役的年轻非法移民，可以在登记并且支付465美元加入新计划之后，获得暂时的工作许可，也不会再被遣返。预计100多万人有资格受惠。非法移民一直是美国社会的大问题，有条件的暂时接纳，可以让年轻劳动力投入社会，追求他们的美国梦。My name is Adrian Reina. I'm from Monterrey, Nuevo León, Mexico. My dream is to open a community center. From Mexico City, my dream is to be an urban planner. 但在就业情况险峻的总统大选年，这项政策引发争议。共和党批评这样只会立刻增加数十万人到就业市场，跟美国合法公民抢饭碗，更直指奥巴马跳过国会以行政命令来执行，只是为了拉拢为数众多的拉丁裔选票。记者是魏忠报道。的确，现在距离美国总统大选只剩下最后不到2个月。根据日前民主党大会之后的最新民调，寻求连任的美国非洲裔的总统奥巴马在全国民调方面跟共和党罗姆尼之间，从原本的不相上下变成了奥巴马领先差不多5个百分点。民调机构认为，这应该是奥巴马的健保政策略胜一筹带来的效应。而罗姆尼则是在9号借着媒体专访的机会，公开表示他愿意把奥巴马的政府部分的健保政策纳入他自己的竞选公约。There are a number of things that I like in health care reform that I'm going to put in place. One is to make sure that those with pre-existing conditions can get coverage. Two is to assure that the marketplace allows for individuals to have policies that cover their family up to whatever age they might like. 美国 ABC 电视台的报道指出，这跟罗姆尼之前在竞选场合讲的相当不同。We're going to get rid of Obamacare. We're going to stop it on day one and replace it with something better.奥巴马阵营当然从这一点切入，猛轰共和党阵营只会让健保破产。Their basic idea is, since government can't do everything, it should do almost nothing. If you can't afford health insurance, hope you don't get sick. 奥巴马在上个周末展开了佛罗里达州的造势行程，当地也被认为是左右选情的关键选区之一。健保政策让奥巴马稍微拉开领先差距，但新出炉的就业市场报告显示，失业率虽然从8.3%降到8.1%，原因却是许多民众忍受不住长期失业而放弃求职。罗姆尼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It really doesn't look like a recovery. You're not seeing the kind of job growth that keeps up with population growth. You're not seeing any wage growth. When our opponent goes around saying that the nation's in decline, he doesn't know what he's talking about. It allows the Romney team to continue to hammer on disappointing performance. It occludes Obama's effort to change the narrative and talk about other things.两大阵营都有弱点让对手攻击，而在民调数字差距不大的状况下，选情依旧充满变数。记者徐佳仁报道。这是两个来自不同种族的总统候选人，在罗姆尼的竞选活动现场，其实的确可以看到相对多的白人的支持者，在奥巴马的竞选活动现场则是看得到比较多不同肤色的支持者。那么同样的，两边阵营打的夫人牌也是截然不同的肤色、外形跟风格。I love you, women. 穿着一袭大红色洋装的安，在上星期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一开口就释放出明显讯息，要以女性选民作为她主要的诉求对象。今年63岁的安是个标准的家庭主妇，和罗姆尼总共有5个儿子。她知道罗姆尼严肃的外表和企业富豪的形象，始终给人遥远的距离感。因此，她借由诉说婚姻中的小故事，让自己的丈夫多一点平易近人的温暖。I hate to say it, but often I had more than 5 sons. I had 6 sons. 尽管带着灿烂的笑容，但事实上，安早在多年前就罹患乳癌，近来更因为罹患多发性硬化症而饱受折磨。她告诉选民，她之所以能够坚强面对病魔，都因为有丈夫贴心的陪伴与鼓励。Mitt doesn't like to talk about how he has helped others.Because he sees it as a privilege, not a political talking point.
相较于安那种站在丈夫背后默默支持的小女人形象，奥巴马总统的另一半美国第一夫人蜜雪儿的形象显然就大大不同。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律系的蜜雪儿本身就是个成功的律师，进入白宫成为第一夫人后，蜜雪儿更是致力于推动对抗儿童肥胖与贫穷的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她对于自己身材的保养，她的穿着品味，再再成为众人的话题焦点，甚至比奥巴马总统还要受欢迎。面对对手阵营的来势汹汹，蜜雪儿夹带着超高人气，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努力替自己的丈夫拉台选情。尽管完全没有提到罗姆尼的名字，但是蜜雪儿透过强调奥巴马的出身，巧妙地营造出与对手之间强烈的对比。You see, Barack and I were both raised by families who didn't have much in the way of money or material possessions, but who had given us something far more valuable: their unconditional love, their unflinching sacrifice, and the chance to go places they had never imagined for themselves.一个是温柔婉约的家庭主妇，一个是成功活跃的职业妇女，但他们的目标都一样，就是尽其所能地帮助自己的丈夫赢得最后胜利。在选战进入倒数之际，这样的夫人牌到底能够发挥多大作用，有待后续观察。This is the man America needs to keep moving this great country forward. My husband, our president, Barack Obama.记者甘萱萱报道。好，这是美国的选情，两组截然不同的候选人。镜头回到国内，前立委杨仁福国会办公室主任蔡正文涉嫌放高利贷遭到检方起诉。媒体报道说，这位前立委杨仁福的办公室主任也是现任立委郑天才的国会办公室主任。郑天才在今天出面表示，蔡正文的确是他的选区服务志工，但是不是办公室主任。蔡正文本人则是表示，检方的起诉根本子虚乌有，但是检方就是认为蔡正文涉嫌重大，已经起诉了。平面媒体报道，男子阙浩杰等人涉嫌看准急需用钱的中小企业，利诱企业主向他融资借款，并收取重利。其中前立委杨仁福也是现任立委郑天才的国会办公室主任蔡正文也涉入这起案件。经板桥地检署侦查后，检察官认为蔡正文曾在立委国会办公室内帮阙男联络借款事宜及收取支票，因此将蔡正文视为共犯。9月10日以重利罪嫌起诉他与阙浩。等人，一个是有一家公司跟他借款帮他清偿债务哈，但是后来就是借给这家公司1600万，但是后来收的利息是将近1500万。另外一个部分是他也有跟另外几个共犯是有重利的部分哈，检察官这边写的周年利率高达182，年利率高达182，那也有高达365%的。检察官认为，被告阙浩杰以放款取重利为业，对于发生财务危机的中小企业放贷收取重利，侦讯时未见悔意，具体求处3年6个月刑期。至于蔡正文以及其他共犯，则请量处适当执行。不过，遭到起诉的蔡正文发出声明书表示，是单纯好意从中帮忙协助需要周转的朋友。对于平面媒体的报道以及检察官的起诉，还是说是子虚乌有。这两个在检察官讲的时候，他说我感激谢先生帮我忙，要不然我公司就垮掉了，并不是去借高利的问题。所以涉及多起，然后什么在办公室跟他催款，什么收钱的事情，这个子虚乌有的事情啊。连带遭受波及的现任立法委员郑天才急忙撇清，也发出声明稿表示，蔡正文只是服务全国原住民同胞在各地担任秘书志工协助选区事务的其中一员，但不是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是陈信俊，他不是现在今年发生的事情，是96年的事情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他提及立法院的那个相关的这些名册里面，他也不是我办公室的主任。第三个，他上班的地方也不在立法院。立法委员无奈地说，蔡正文案件不影响委员的权责工作，但却已经带给办公室困扰。至于目前这起案件，地检署已经起诉，还有待地方法院审理。记者莫拉斯巴扎克台北市采访报道。
纷扰将近两年的台东市第六公墓迁葬案，预定在17号就要进场动工，不过卑南族人持续强烈反弹，拒绝被迁葬召回来。回到原视晚间新闻，要告诉您，今年的第16号台风已经形成了，取名叫做三八台风。观众朋友可能会对它的名字感到很有兴趣，这是一个澳门取的名字。那么三八其实是 Saint Paul， 也就是圣保禄的粤语的音译名称，也就是香港话、广东话的粤语名称。这个名字其实是为了纪念1966年澳门的气象台迁移进入了圣保罗炮台，也就是三八炮台地区。那么这个三八台风它有机会增强，目前正缓慢地朝着台湾的方向前进。今年度第一个秋台三八，目前是缓慢朝北北西移动，向台湾接近，与台湾海相距180公里左右。虽然现在还是一个轻度台风，不过未来威力会增强。预计星期日16号就是三八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刻。同时，大陆高压一波接着一波形成，到了星期五，北方锋面也会接近台湾。在东北季风及台风环流夹击下，迎锋面的北部及东半部就会明显变天。15号开始，除了东北季风影响以外，三八台风的外围环流也会双重的影响我们天气，所以15、16两天，在两个系统双重影响之下，北部和东半部地区还是云多会下雨的天气。至于北部、东北部地区雨势会不会大，则要看到时候三八台风它到底距离我们有多近哦。星期五开始受锋面影响，北部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会提高，山区雨势更为明显。由于三八台风距离台湾还很遥远，不过因为速度慢、变数大，加上有东北季风搅局，台风的影响程度也会随着路径而变动。但至少星期四以前不会受影响，各地仍然维持高温炎热。记者 UP 陈天赐台北市采访报道。昨天也才为您报道，南投仁爱乡头89线的例行道路的替代道路慈丰连外道路，因为路况不佳造成翻车的事件，今天例行道路在46.2公里处就又再度出现大规模的坍方，连外道路不通，现在主要的例行道路又出现坍方，很多大大小小的石头在今天就是不断的从上方滚落，影响沿线三个村将近1400人的行车用路安全。很多人开车行经这一段路，几乎是用赌博的心情跟死神搏命。车子正在行驶，若是同时从车旁滚落，大家都冒着生命危险通过这条路。不仅是用路人危险，负责抢通道路的怪手司机几乎都是在跟死神赌运气，一边抢通，若是也跟着从山上滚落下来，如果一不小心，后果不堪设想。到目前哦，还是继续在落跑石头。那你们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在过去的？对对对。啊，我们也会怕被那个石头砸到哎。对啊，我们也。
们也是为了那个什么那个你们那个要路人安全，然后我们也是尽量的抢通啊。这条是南投仁爱乡头89线例行道路46.2公里处山坡地，因为土质松软，自从610水灾以后，道路状况一直没有改善。这条路也是发祥、例行、翠华等三个村唯一的连外道路，居民冒着生命威胁通过，抱怨政府抢通速度慢。要自己小心，那要不然怎么办？政府也不要看我们。对。你看这个已经好几个礼拜了呢。政府一定是要人出意外，政府才会看我们嘛。就算我抢通了啦，车子过落石还是在啊。至于说你要我告诉你大概什么时候可以通，我可能没有办法，我可能要等我们同事回来判断说，到底这一次的崩塌规模到底有多大。他们算一下功率大概什么时候可以通了。南投县政府强调，因为该处地址不稳定，但如果封路，三个村的居民就没有对外的交通，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施工。县府与施工单位也很无奈，不敢打包票，这样的状况何时可以改善？目前只能靠两台怪手驻点来排除落石阻断道路的状况，并同时采用目视落石状况的管制通行。仁爱乡头89线例行道路短期内无法完整修复，用路人行经这段路的时候，也只能特别小心了。记者 NOW 南投仁爱采访报道。来到台东，这是纷扰将近2年的台东市第6公墓迁葬案已经预定要在17号要动土了，不过卑南族人持续强烈反弹，拒绝自己的祖坟被迁葬。日本卡迪布部落旁的第6公墓由于即将动工，引起卡迪布部落族人的不满，在日前的南岛文化节晚会中演出快闪抗议事件，使整个迁葬事件争议再度浮上台面。卡迪布部落的族人始终认为台东施工所没有做好沟通协调，直到族人发动抗争才获得重视。一直是到了他们挖坟的工程决标之后，我们知道了这个消息以后，我们相当的愤怒啦。那因为这之前都一直说要来跟我们讨论，我们讲的构想他们很愿意听，但是后面都不了了之。那感觉施工所的这件事情上面都一直没有诚意跟我们讨论。部落族人对施工所不了解卑南族文化，祖坟不能迁葬，根本没有考量族人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施工所也有说明，我们工所希望不要让这样的一个情感，就跟族灵的情感切割，跟就是依照他们的，然后不要有这样族情感族灵切割。他们因为他们不希望送到我们的第3公墓嘛，我们也愿意在那边做这样的设置，不过是不是能够符合现行的法令。第6公墓迁葬事宜引发日本卡迪布部落族人的抗议，尤其最近公墓里发现共同埋葬有96具骨骸的先人墓冢，更让族人坚决认为祖先的坟不得迁离现址。我们这一代的人已经失去文化，已经失去了土地，失去了文化了，那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要怎么教？我们这一次再不站出来对抗这个不公不义的事情的话，我们日本会灭亡呢。由于第6公墓发包作业已完成，卡迪布部落族人要求暂缓动工，不过动不动工仍由台东县政府做最后决定。施工所只表示会将卑南族人的意见紧急呈报给县政府，至于县府的决定如何，要等到施工所发的文才能决定。记者何道菲亚福禄台东采访报道。有南岛民族族人居住的夏威夷，一共拥有3600座农场跟1100座的牧场。目前几个群岛上总共40%的面积的土地是作为农业之用。夏威夷拥有发展粮食产业优渥的条件，不过粮食却还是不够。夏威夷依然有超过80%的粮食来源必须要仰赖外来进口，因为很多年轻人外流都不愿意再务农了。有专家指出，要重振夏威夷群岛的粮食产业，除了必须鼓励更多年轻人务农之外，已经也有年轻人真正的体认到应该要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将原住民族祖先留下来的农业知识进行研发跟创新，可以找到新的利基。夏威夷除了以天然美景著称之外，还有40%面积的土地可用作务农，目前拥有3600座农场和1100座牧场。夏威夷可说是具有发展粮食产业的优渥条件，
We have the land, we still have the land, Aina, we still have Vai, the water, and we still have a lot of people who are in need of economic work to provide a way to survive. 这片芋头田种植了夏威夷原住民族传统的美食，大量食用芋头是许多兰岛民族共有的特色。土地、水源以及人力，该有的都有了，但夏威夷大部分的粮食来源却是仰赖外来进口。You know, to have 80-90% of our food coming from offshore is a precarious position for our state, and we've all got to do our part to change that. 想要发展农业，有人指出，首先要替农户建立产销通路。You're buying a box of vegetables straight from the farmer, so more of that dollar goes to the farmer instead of a part of that dollar going to the farmer.And some going to fuel or to gas and all these transportation things that a lot of people really don't think about. 许多原住民族年轻人宁愿往工商服务业发展，不愿意留在夏威夷务农。但由于发展农业必须长时间经营，有人把期待放在年轻一代身上。We have gotten a system down that's working for us, and that it's meeting the needs of our community by providing this notion of returning people to the land.And in doing it in a way that's providing living wage jobs, access to education, using land in a rural community for agriculture that's food based, that's for local consumption, local distribution. And all these different things are being pulled into one. 原住民族年轻人的态度决定了夏威夷农业的未来。同时，群岛上的古老知识更是不容忽视的文化资源。走在1778年第一批西方人来到夏威夷以前，原住民族人则靠着捕猎大自然里的动物。以及种植各种可用作为主食的农作物而自给自足，例如芋头就是常见的农作物。现在下一代也开始接受采用创新的方法，延续这样的农业发展。The notion that we would love to see replicated is that your ancestors were scientists, and the hananui that they did back then that constituted their technology. And if you look to them to then try to figure out your economic destiny.Instead of having others tell you what should be, there's a root of entrepreneurialism there, and there's a root of innovation there. 在1790年后的数百年间，夏威夷才改变为以种植檀香木、甘蔗、坚果和咖啡等高经济价值的农作物为主。现在有年轻人明白，必须珍惜古老的农业智慧，才能期待夏威夷粮食的未来发展。记者邱德珍编译。一家来自英国的高等教育调查公司 QS 在昨天公布了2012年世界最佳大学排行榜，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首度击败了英国剑桥大学，排名第一，而国内的台湾大学排名第80名，创下这项调查进行9年来的最佳成绩，是台湾唯一晋升前100大的大学。英国高等教育调查公司10号公布了今年度世界最佳大学排行榜，排名前10的大学全是美国和英国的学校，前五名分别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其中麻省理工学院更是首度超越了哈佛和剑桥夺冠。This year, the main areas where MIT is particularly successful is it does better than the British universities in the citations area, and it does better than most American universities from an international standpoint in terms of the makeup of its faculty and student body.亚洲方面，排名最佳的是香港大学，全球排名第23，其次是新加坡大学，排名第25，日本东京大学则是从去年的第25名跌到第30名。而台湾表现最好的是台大，从去年的第87名跃升到第80名，是历年来最好的成绩。其次是清华大学，排名192，也晋升于前200大内。再来是交通大学，排名第238名，成功大学排名第271名，阳明大学排名第285。We see the top 7 universities in Taiwan all gain ground. We see one more Taiwanese university in the top 200, an extra Taiwanese university in the top 400, a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t 80th in our global rankings, appearing in its highest position since we began this exercise in 2004.
调查单位指出，台湾的大学今年表现十分杰出，全球前400名大学，台湾占了7所，不但比去年增加了1所，而且排名也都比去年好。主要是因为研究报告引用次数增加，有些大学增加了外籍教师人数，而大多数的学校也都加强投资教学品质。记者台北综合报道。不过或许很多观众朋友您也会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在屏东市，一名28岁的蔡姓男子失业，经常回家跟自己的妈妈要钱来花用。在9月4号晚上11点，他的母亲不堪自己的儿子的骚扰，就请管理员向警方报案。警方当时派了一位当地的台湾族籍的员警前往处理，没有想到这位蔡姓男子开口就辱骂这位警察，说是西环纳，出现了歧视性的言论。这名28岁的蔡姓男子不仅口出秽言，甚至抢警方的无线电，甚至还对执勤的原住民警员辱骂歧视性的字眼。经过一番肢体争执，警方终于将口出秽言的蔡姓男子制服。警方以妨害公务罪以及毁损公务罪将蔡姓男子移送法办，但似乎平息不了大家的怨气。网络社群也有网友对于这名男子的行为认为不止妨害公务而已，已经涉嫌了公然侮辱罪，认为原住民籍的原警应该要告这名男子才是。不过当天执勤的原警对于遭到辱骂表示不追究，不过还是要提醒民众，这样的歧视可是会刺上官司的。他不是要对你提出告诉吗？就你看说现在是小题大做，并不是呢。我觉得你看现纵观很多现在的新闻，很多说为了卖个字说赔50000块，请正视一些原住民，不是说你周边的那个原住民的字眼，那个尽量以我们现在正式原住民的名称来称呼了。人本教育基金会也表示，其实类似具有歧视性的字眼案件在校园也曾发生。妨碍公务是属于妨碍公务的部分，那如果是牵涉到妨碍名誉或者是毁谤的部分，那就可以牵涉到一个就是刑责，一个就是民事损害赔偿的追究。人本教育基金会痛批类似歧视性的问题一再发生，呼吁社会大众不能再漠视这种歧视性的言语辱骂，任何族群都应享有平等，应该要互相尊重才是。记者阿瑞哥瑟屏东市采访报道。也是来自屏东的消息，屏东高速乡公所的特种搜救队、警政、国军、卫生、环保等单位9月11号，也就是今天，在高树乡的高泰国中举行地震防灾紧急避难演练。高树乡举办地震防灾教育紧急避难演练，强化高树乡公所的灾害应变中心的防灾减灾准备跟救灾能量整合。在远水救不了近火的情况之下，5个临近高树乡的部落也非常需要相关的防减灾机制来协助居民在遇到灾害的时候也能够紧急应变。在今天一个重要的资讯要为您更新，就是今年第16号台风形成了。到目前为止，台风最新的动态以及可能为台湾带来的影响跟威胁，时间交给阿布斯。是的，布拉族族人观众朋友，萨巴奥马格纳了。今年第16号台风呢，就在今天早上8点形成了，叫做38台风，是澳门所命名的，有炮台的意思。相信这个台风呢，是让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首先呢，就是要带大家一同来掌握呢，目前38台风的位置在哪里。我们透过路径图呢，可以看到，在今天下午2点的时候呢，38的中心位置呢，就位在鹅銮鼻的东南方1890公里的海面上。那目前呢，是以每小时14公里呢，朝着北北西的方向移动。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现在还是一个轻度台风，暴风圈半径呢还只有100公里。不过未来呢，它的强度呢会持续的增强。那到了16号呢，其实也就是星期天的时候呢，其实距离台湾是比较近的，相距台北呢就只有590公里的距离。其实这个时间呢，这支台风呢也正在侵袭琉球群岛的时候。
所以提醒在这地区的民众呢，还是要特别的留意。那至于明天天气又会怎么变，我们透过下一张图可以看得更清楚。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其实在菲律宾东部海面上呢，这个就是今天才刚形成的三八台风，但由于它现在结构呢还不是很完整，目前是缓慢的是向着西北移动。那另外呢，可以看到在台湾的北方呢，这里有一道很明显的封面，这个封面也是逐渐的是向东移动，预计到了星期五的时候呢，就会影响北部地区，到时候北部地区云量就会增多，而且会带来一些比较明显的雨势，不过天气呢就不会像今天这么热了。但是明后两天来说，台风还没有来，封面也还没有接近，持续呢在一个高压的笼罩之下，全台都还是属于高温炎热的天气，特别在西半部还有北部地区，明天还是有机会呢超出34度的高温。另外要提醒的降雨部分呢，就是明天受到对流云系的影响，其实南部地区会比较容易出现午后的阵雨，特别是山区的雨势也会比较明显，所以提醒呢在南部的民众外出呢雨具呢是千万不可以忘记的。而就更详细的天气预测，一同再看到山海气象。关心海上天气变化，我们看到其实近海的风浪来讲呢都还是比较弱的，但是大陆的高压呢是逐渐的接近，到了星期五的时候比较明显的会是北部海域呢会逐渐转为东北风，所以海上作业船只呢要留意着风向的转变。那另外远洋的租任也要提醒您，如果有机会要到菲律宾东西两边海域作业的话呢，一方面是受到低压云带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受到台风的影响，海上的风浪都会比较强，并且又会有较大的雨势，所以在附近作业的船只呢都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安全。接着带你看到近海的渔业气象。
样是高温炎热，要外出的民众要留意在紫外线强的情况，防晒工作呢还是不要忘记。那另外也要提醒我们原乡族人，虽然台风还没有接近，不过还是要提早准备好防台措施，并且随时掌握好台风的最新资讯。以上就是为您所整理的天气预报，接着把时间交还给 Glass。好，的确没有错，谢谢阿布斯，也要告诉观众朋友，的确原始的新闻团队会持续的追踪台风的动态，感谢阿布斯。那今天也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有任何建议，欢迎拨打客服专线0800211000。我是阿美族的 Glass， 祝您一夜平安，再会。两个部落是大社部落，讲到大社部落，哇，开玩笑，它可是艺术大师的摇篮啊。第二个呢是泰武部落，他们的泰武虎摇传唱队相当有名，还拿到了金曲奖哇。每周五晚上10点，王洪恩的部落风带你放轻松，呼呼呼。一个妈妈跟着她的 baby 在对谈，她说 baby 你在我的肚子里面舒服吗？她说很好。然后 baby 你知道我们等待你出来吗？不知道。 baby 你现在是黑白的，将来出来可以看到一个彩色的世界，你甚至出生以后啊，整个你就一辈子不用工作，我们的家产足够你用好几辈子，你知道吗？这个不知道。哎baby 你现在好吗？他说很好。你要不要出来？他说我不出来。哎，不出来就会死掉。所以当他出来离开妈妈的肚子以后，他发觉说原来这个世界比妈妈肚子还要大。所以如果用这个比喻来说，我们将来的世界，新天新地或者天堂那个世界，比这个世界还要完美，还要可爱。所以对于一个基督徒有信仰的人来说，来知道说将来要走的那个路往哪里去，他会比较安心，比较不会恐惧。人们常问我快乐是什么，答案是付出。你我的付出让身心障碍者绽放笑容，付出爱，快乐一直在。我是李嘉彤，请�跟我在一起，每月300元，用爱心捐助。划拨账号501080020，户名仁爱社会福利基金会，感谢你。大家听我讲，少我女很。